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只要放假时间长一点呢，回来我们常可以看到的一个病人呢、他会呈现的症状就是头痛，尤其是这个太阳穴附近的地方头痛啊。这个为什么？他说有时候还是主要是偏一边啊，因为什么？咀嚼零食啊吃太多的一个状况啊，就会引起我们这个关节，这个叫做颞颌关节，这是在嘴巴闭合的一个状况。那么嘴巴如果张开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食物啊零食啊放进去以后啊，它就会咬起来的时候，这个关节面在这个地方啊，除了要这样的一个移动以外，它还要这个产生很大的一个力道在这个地方啊。虽然它是有保护的，这个是一个软骨，这是一个关节，不是骨头对骨头，它还是有个软骨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这个缓冲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的一个解除的一个帮忙。但是呢，你只要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咬牙切齿时间太久的结果，对局部这个关节还是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那如果这个地方有点发炎，这不是细菌感染，只要是过度的一个使用，它都会有发炎的状况产生出来的时候，就会痛。这个痛呢，它可能就是用头痛的方式来呈现，靠近这上面一点的。那如果这个病人有时候严重一点，还会嘴巴稍微要动都会引起剧烈的一个疼痛。所以没事不要吃太多啊，这个放假的时候在家里看电视还是什么，多聊天一下，多关怀一下比较重要，不是多把东西放到嘴巴里面去啊，这是不好的一个行为。好，我们脸上的一个结构啊是非常精巧的，那怎么去突出我们脸上结构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呢？毕卡索他的看法是这样子，这是一个脸，所以你可以看到眼睛啊有两个洞在那个地方好，在他心目中脸最特殊的一个结构，他还把整个倒立起来呈现他的一个重要性，就是这个嘴巴。所以我们祸从口出啊，病从口入啊，所以能不能还是一样，看到自己的时候，这个嘴巴的一个构造形状啊，要提醒自己啊，少吃一点，八分饱，这个助人好，这个是绝对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比较好的一个状况啊。所以这个话的这个情形啊，也提醒我们啊，有时候话是不是要不要讲得太满，或者是说讲得太快，这都是有时候会伤人的，伤人的结果当然也会伤到自己。这不只是男生女生，通通都是这样子啊。这个肖像画里面啊，这个是另外一个，他也是把人体的一个结构把它简化，然后只看到这样的一个形状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国王，这是皇后，这是丈夫，这是妻子的这个情形，这是美国的亨利摩尔这个雕刻家，他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夫妻这个情侣或者是国王皇后的一个状况啊，这种夫妻的一个肖像画，大概我们想象的都是这样子啊，牵着手，然后两个人画在一起的情形。不过其实比较早期啊，这个肖像画文艺复兴前时代，大部分都是分开画的，就是男生画男生的，女生画女生的，然后变成把它摆在一起啊，这就是这个好像是夫妻的一个肖像画的当时的一个状况。好，我们提到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肖像画，它的一个历史啊，这是在17世纪的时候，荷兰的画家林布兰，他的一个邻居啊这位尼可拉斯啊，这位邻居啊他把他的一个画像画出来，然后他的太太，这两个都是他的好朋友，也是资助者，所以他就把他画像画出来，画得非常好，但是是分开画的。这个太太叫阿加莎，两个人就是这样子啊，他家族就把这两幅画同时把它放在家里面了，是感觉上好像永远藏在左右的那种感觉，蛮好的。可是呢，这个家徒有时候还是会不是日中落这样的一个状况而已啊，变迁在所难免，所以画完以后经过一段时间都是维持这样子啊。后来这个小孩因为林布兰有名了，就把这个画作卖出去啊，子孙呢这把它卖出去啊，所以这两幅画就分隔两地啊，一个是在比利时的皇家艺术博物馆，一个是在白金汉宫，两个分别在那个地方，也就是分散各地啊，所以这个怎么聚在一起啊，只有短暂的相聚啊，分隔两地啊。短暂相聚是什么时候？林布兰400岁冥诞的时候啊，为了庆祝他，所以这两个这个白金汉宫跟皇家博物馆在比利时这个地方同意啊，暂时让他复合相聚在
这个阿姆斯特丹这个林布兰的这个博物馆里面去把它呈现出来。所以你看看这个人世间到底什么是恒常，什么是永久啊？恐怕连画作都不敢出来，还是把它画在一起啊，免得会分开。但是画在一起也不一定啊，还是可能被拆成两半啊。啊，所以伤心事啊，总所在所难免的、啊。一个50多岁的一个男性病人，他这个伤心事啊，是真的伤心啊，心脏这产生出来的一个症状是什么？会喘。会喘，心跳过快的这个状况，后来还产生出脚的一个这个水肿，这个地方水肿的一个状况出现。所以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心脏，这确实心脏比较大。那你说怎么知道他心脏比较大？我们平常会看心脏这样的一个范围，大概占胸腔的一个比例啊，超过一半，这是不对的。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占的一个比例啊，显然大概已经6-7成以上的这个状况，所以正常的心脏的一个大小也不应该是这个这么大以外，它整个的一个这个形状就会让临床的医师啊去怀疑一件事情啊，就是不是某一个部分特别大，不是某一部心室特别肥大的意思，而是、啊、外面是不是有层水？所以你仔细看，也许可以发挥一点想象空间，是不是像一个塑胶袋装水，然后放到这个桌面上的时候，这个就有这样的一个形状出来，这就是有水啊，心包膜积水的一个状况。那怎么证明啊？除了听心脏的这个听我们的心脏啊跳动的这声音，从听诊器里面也可以听到它有点摩擦的声音，心脏的声音有点比较好像比较遥远那种感觉啊。确实啊，因为隔着水啊，人心隔肚皮啊，这个心脏声音是隔着理论上只是胸腔外面的这一层结构啊，但是又多层水的话，这个心脏的声音会隔得比较远一点，再加上他那个心包膜在摩擦的过程中也会有一些杂音，所以临床上有一些佐证的东西会存在。在给他做超音波的检查以后，这个心脏里面心室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旁边就表示有积水的这个情形。好，怎么莫名其妙会积水啊？积水怎么又会引起喘？这个我们大概比较能理解，为什么引起脚的这个水肿产生出来？其实心脏的一个结构啊，我们半夜聚焦都是在心脏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些肌肉，那传导得很好，把外面这个地方啊，这个薄薄的这一层就是心包膜。所以心包膜会影响到心脏的跳动吗？会。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脏的一个跳动啊，它的是非常有顺序的。但是如果大家想象这样的一个肌肉层里面外面啊，包含有一个非常紧束的那样的一个束缚在的时候，它心脏当然血液就打不太出去，它的心率也可能会因为这样打不出血液的关系啊，它就必须要速度加快。所以这个就会产生出刚刚讲心律不整的这个问题出来，它因为打不出去，当然我们就会喘啊，因为气体交换没有那么样顺畅啊，就会产生出问题。所以后来这个病人接受手术啊，把这个心包膜给他拿下来，哇，大家看起来很恐怖啊。其实，在拿这个心包膜手术之前啊，心脏内科的医师先给他抽一下那个液体啊，去做检查心包膜的液体啊，积水的液体啊。那结果呢，也不是说有什么恶性的一个癌症的细胞在那个地方，也不是明显的发炎反应在那个地方，就不晓得什么原因了、慢性发炎。你可以看到皮变这么厚，心包膜变这么厚，那当然就会影响到心脏的这个跳动，它的一个输送。所以这个经过手术完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心脏的一个大小就有天壤之别啊，当然它的一个症状就会改善了。那这个为什么会产生出这样的一个症状出来，就是脚部这个水肿的一个症状出来，就是因为心包膜在这里束缚的结果，底下静脉要回流也受到影响，静脉回流受到影响，那当然这个脚产生出水肿的一个状况也会产生出来。所以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束缚就造成了这个呼吸的一个症状，心脏的症状，还有包括下肢循环不顺的这个症状会产生出来。所以夫妻啊，到底要什么的态度是比较对呢？这样吧，永远女生都是比男生要来得大，这个才是正确的。来，您收看，我们下一关注。